地面的阵容让我来了一手进化啊！算了算了，还是治疗，我的治疗堪比别人的治疗，不能跟别人比。我的治疗相当于一个闪现，真的。就我这个治疗加闪现带出来，就相当于两个闪现，因为我的治疗是能躲技能的。哎，太帅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喝口水压压惊。哎，这不是那个科技怪吗，兄弟们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装一下，兄弟们，他那个上盘那个太残忍了，对面一级直接两个人冲我脸上打，他们这个组合一级打我们是打不过的。现在我吓他们一下，他们那个对吧？那个两级一级的时候就应该稍微怂一点了。对吧，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先装一下啊，兄弟们，假装我要打给队友看，然后把所有人套路一波。全军出击，这里等下过去点个眼能知道他们一级有没有给眼。哎，走走走，一起可以一起进去。哦，这有眼了。哎，勾勾勾学勾 nice 中，射他射他射他 nice， 闪给我闪nice， 哇 ，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老铁送的一个一血，么么哒，新年大礼，谢谢谢谢，贡献贡献，会不会贡献？哥们不会，我这细节贡献，完蛋，哎还行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治疗用，这两个兵在地牢，哎藏住，哎你的科技已经被我了解了。我也是来自未来哦，已经把你的科技猜透了。吃兵吃兵都是你的，多吃一点，再 A 两下，再 A 两下，往前一走，哎，他想 Q 我。这个人怎么多听？不是刚刚那个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你又开始了，鸡神，鸡神神，鸡鸡神，鸡神神神，不是那个什么鸡神，这个勾不勾辅助你去勾 AD， 别在搞科技。兄弟们，夸一下，点一下赞啊，这波影响很大，还好我们猪猪来了。他这不勾辅助把辅助秒了，我那个我也肯定要闪现过来秀我们的，然后我闪拉开他直接把 AD A 死，剧本都已经想好了，但是我们的演员没就位。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男兵兵。这波不太好抓，其实应该够不到吧。蹲的有点久，就是。好。应该能网到，我觉得是。或者只能勾到。等点个赞，点个赞。这边要 A 一下，不然会进的。很好，合作愉快。
那个控线啊，把远程兵 A 掉一个到两个是最好的。那个近战兵攻击力低又肉，所以说控线是最佳的选择。你看我这个细节就线会控在这儿，这个人就急了，着急了，然后吃我一个 W， 我吃了。我人急了，我人急了，我人已经上火了。Double Q and Triple Q， 多少 Q？W 给一个视野，没有给。谢谢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送了六只小兵。老板你要虐他吗？老板，老板。这里是百分之百没眼，他怎么都不会 Q 到这里。哎，没中，没看到我。自豪就是这么闲，就是看不到我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一个，两个，卖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刚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奇怪的 W 意思。对面难受了呀，两级被掏一下就痛苦了呀，孤到老没有。我想太多，哒哩哒哩哒，来这里保护我一下好不好？死了！哎，这波能操作，这波有点可惜。这个锤石跟我走这边就好了，我他那个一，他也没一的，好像前面这里都扔了，算了算了，还行还行，这波放我们那，不应该去细搞他的，应该他直接跟我两个走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刚刚那个狮子狗没有死啊！哈喽 baby 要抱抱，我要和你抱一抱，你要去哪里呢呢呢？给我一分钟，但是他的飙车还是吃掉我。这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我们重点就是这么玩游戏的，就是一直干。出现。我会走位，哎，哎呦不错哦，让你知道我最美。这盘好像不太妙，说实话。这个狮子狗应该是要一直来保他们下路。
哥们儿一看大学就没毕业，你看我是大学毕业了的，所以说他的程序我都懂，对不对？别空线啊，和平嘛。虚空会吞噬一切，所过之处什么也不会留下。给我一分钟。哎，回家了。这我也可能被抢了。哎呀，他没灯笼了呀，难受啊！哎呦，他灯笼乱丢了，可惜呀、啊！上路发育一下，我们还有个吸血鬼也还可以，后期也能打。杠七不是中国，看过我的零杠十没有？就在这蹲一下，这个文可能要吃这波中钱了。这三个兵他可能也会想吃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去，并且他是真吃不了，太远了。如果是在这里中间这里的话，就能杀他。那 A 一下，可以回吃波兵回吧，他们辅助应该要回了。回一下，回一下，没什么难了。我还觉得辅助兄弟太鸡儿肥了。羊刀出完，我这盘买个先买个魔抗吧。
魔抗，这边先买个魔抗，对面一二三三个，三个对，三个，三个都是魔抗怪，保个魔抗他们应该很痛。给不给啊？蓝 buff 掐一下，可以搞个羊刀，还不错。现在也可以不用打，就发育一下，后面打他也还不错。因为这盘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 C 的，机械怪打不过。Oh no， 这就不太妙。我们一直在发育的鬼哥送了一个人头。炼金极宝加闪，太讨厌了！如果勾到就完美，不过这种勾太难了。点一下兵线吧，搞个隐身的直接。十二，魔抗刀这盘是一定要整一个的，阵眼不要了，买个这个吧，稍微增强一点战斗力。大魔抗刀第二件，我第三件。这个吸血鬼何时能够来打团呢？三个人没死。这波他们都没闪，我们打算是优势。好，这里有个眼都没人看，我们一举一动在那打暴击包啊！对面的这个中辅助一直破，完了这吸血鬼还被逮了，他打那个应该是打不过的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，应该是被打不过。虚空里的标记，跳起来吧。这里有个眼。完全没有视野。
有针眼吗？不是扫描。刚刚他们打小龙，我们还真有机会投，没事。搞个魔抗刀，这个人也要秒我，我绿叉也不打算出。这一定要的，不然炼金闪过来背我，我基本就直接是死了，没有任何操作空间。到处都是怪物，干他们呀！别慌啊！这波不错不错，哎呦还不错，2100，这波回去就一定要搞个这个提升装备防守。这是40几块钱吧，等一会儿，还好他们中单也很瘦呀，0-8。应该没这么潇洒吧，赶往前走一点。来，好样的，这两个中野太猛了，我就玩的很想赢，感觉他们俩是一个组合啊。
这个啊 fucking feed 啊，我的妈，如果没有这个我应该可以啊，这个人太肥了，主要没办法干。魔抗刀线不急着，只不过要掏无尽了，伤害还是缺一点，那念经我一定要打动他，我们这边没人打动他。哎，这波可以细品一下弹幕，应该是一波六六六。哎，怎么这六六六六是已经过去吗？什么意思？这波不给个六六六？别呀，哎呦，我们去打大龙，你在做事吗？太难了。血条消失水平，我都没看见我。我们这波打大龙只能打高地啊，低地才行。后面啊，我也遇到这种三件套的吸血鬼啊，就是一个字，死，没有什么操作空间。啊，这个人应该能一打三啊，跳是不是有点怂？是我直接正脸突上去了，不管，就是不管。冲这吧，就是棒棒的。好的，反应很快，直播。过去的，你那在打大龙啊？我没打，没打。不杀你，不杀你！哎呦，这波漂亮啊！这盘大家打的都还挺好，就都做了该做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们玩的很顺畅，没有那么的难受。对面的那个中路就不是特别的顺畅。有效果了。
去了呀，别皮皮啊，你就这样回去啦。开我们的好机会，但是他们也没抓住。见过铁男把人框进去以后，铁男站在边上等着这个大消失的吗？你见过吗？啊，刚刚那个铁男好像是这样的吧，有点惨，他直接站到边上也出不去。哎，塔莎还是要无尽，因为无尽伤害其实差挺多。